有时候客人会跟我说谢谢，我都直接另外接一句话说，说谢谢的一定是我，绝对不会是你们。要让一个人能够信任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功德。那么多的人，他可以接受我的信任，他可以接受没事啊，就我帮他弄。所以我觉得这两者的差异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是我说谢谢，不是你们跟我说谢谢，就这种差别。